田小班。这次呢，班店结合了同样受到男生喜欢的改装音响车队热闹出场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哇，在后面非常帅气的这改装车队呢，一起出场了。喜欢的改装音响车队，大家看到每一台车的后车厢都是新开来的，在里面的这个音响。